放好它，对，放这个边上，放在边上，放这边啊，放这儿，没有地方了就不知道放哪。那一只鞋呢？那一只也拿过来，那一只，对，那一只拿过来放一起，下次穿的时候好穿哈。啊，对，放在边上，哎，对，放这，哎，你看，哎呀，真棒哈，真棒。好，走吧，上来吧。嗯，好好拿着小碗，别洒了呀，别把饼干洒了哈。小碗，妈妈先给你拿着小碗吧，好不好？能不能撒了？嗯，不能撒了。嗯，上行，不要紧，不害怕，加油。嗯，加油。手里边的东西放下，拿着东西怎么上？你看这家伙，两个手都拿着东西哈，你可真牛逼哄哄的，你是哈？啊？嗯。嗯，哎呀，哎呀，哎呀，可真厉害了哈！哎呀，坐下了，真棒哈！我妈妈这个心脏枪可真厉害啊哈！好，哪还能迷我？是哦，啊，迷对，啊，开的迷开，俺这个，开的。那个手里。啊，得给他有呢，得给他有呢，托他个有呢。木了。啊？还有。これ小さいので。啊。得给他有呢。できそうやろ、これ多分ね枯れとるもん、茎がうん、うん、はいはい、雨降る前に取ったがいいよね、ニンニクあ全部取ったがいいからうん、ニンニクねちょっと、ほんとかなんかするやろ、多分ケトラにパーリしたらね、一番奥のところいや、汚れるもん、ケトラいや、違う、なんか新聞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ひな、玉ねぎ食べたの食べないの何食べた、うん、好好吃你看、我哪丢我捡起来放进碗里边快点家伙你这瞎哆嗦你就是好噎住了你石油又开始不听话了啊吃饱了就开始哆嗦好好吃寿司吃完了嗯快打败他这不打败他一眼呢把他去他妈那个这么打败他一眼呢啊鱼大家好嗨大家好啊啊鱼你说鱼你看吃这个肚子好、哦、快吃嗯你这是吃娜娜什么娜娜又给他煎了点鱼哎妈这鱼有点煎糊了、快吃、这是菠萝吃吧、菠萝你说菠萝菠萝哎一天到晚哎我老公上夜班哈、这一天到晚做饭也挺忙活的每顿饭还得做的有滋有味的以前就做个就晚上都好好做饭就行了现在是一天三顿饭哎呀真是愁人了家里没啥吃的傍晚5点紧急的去买菜回来做吃完饭先刷牙呢刷牙就去上班了我又得哄着孩子搁家收拾哎呀我就感觉现在我老公上个夜班上的家里边是老多事儿他都帮不上忙了以前说还能帮你刷个碗看会儿孩子啥东西的今天就是晚上上班白天睡觉啊不过今天下午早早的几点2-3点钟的时候去地里边想在下雨以前把水稻田弄上化肥去趁着下雨什么的好像又把地又给耕了一耕哈翻了一遍土弄了点化肥就等着下雨再往地里边放水了你是不是叫虾了？嗯，要不要虾？哎，爸爸可不露菜呢，那，啊？你是上楼啊，这个？嗯，露菜呢，爸爸个，嗯，你说爸爸，你年薪上楼？哎呀，哎，你好好吃，还掉了呢。买了一个小虾用油炒了一下买了一盒寿司我老公吃了一盒寿司吃了这用牛肉炒的洋葱吃了半盘的他吃什么吃着黄瓜拌的那个凉粉
你行吗？你今天的鱼他吃完了不吃了，我一边剁他一边吃。嗯，爸。嗯，爸。可以带吗？可以带，送给你们走。嗯。爸爸要上班，和爸爸拜拜。爸爸拜拜，拜拜。明天上班吧。嗯嗯。就弄两个，三都一起。你呢？嗯。嗯。那你写的呢？啊？那你写的呢？那你？他不管你就行了。他不管，那今天人就是酒业。一点没说考虑自己的身体还怎么地的。你会有？嗯，爸爸上班了。嗯，真棒哈、啊！哎，笑死，现在真长大了哈。哎，有时候想想，真是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哈。从小那时候几个月，哎呦，我就在家哄着，干啥活儿，都得抱着他。现在长大了，真是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你看，要鱼啊，要鱼啊，好、哦，鱼，爱吃鱼，会说鱼，你好好吃，你往哪丢啊？你在这不吃的话，我生气了哈！你这家伙，你是，这个烂丢，你再这么烂丢，妈妈就不给他饭吃了啊！好好吃，别浪费，不能浪费。你看吃这个肚子，你这个肚子大不大？嗯。现在听话的时候是真听话，不听话的时候是人不听话。这个吃完饭了，这个饭碗什么的，还知道把这个碗端起来给我，那意思妈妈我吃饱了。啊啊啊！小肚子吃饱了，快吃吧。吃饱了就把饭碗、勺子都给我拿去刷刷。嗯，有时候玩这些餐具什么玩够了，也知道给我送到水槽里边刷一刷。嗯，洗完澡了，还知道帮我把水龙头关上，自己能关上水龙头了。哎呀，特别现在。得拉屎啊，得拉屎了，还知道，嗯嗯，告诉我，因为是他在拉屎，就是还不适应，说坐在哪个地方拉屎。今天吧，就你好好吃，今天就是拉屎了之后，直接自己躺下了，躺下跟着叫我，那意思，给他换尿不湿。那段时间就是拉屎了，就直接去拿个尿不湿给我，那意思给我换换尿不湿。嗯，对。拿出去告诉妈妈哈，妈妈给换换尿不湿哈，真棒，一点点长大了。嗯，以前这小啥也不知道哈，你看现在这才一岁多几个月。嗯，你快吃虾吧，妈妈给你弄点虾。使劲儿拉开拉，哎呀拉不出来呀，哎呀，嗯，再拉一拉，把抽屉往外啊拉，哎呀，怎么还这样事儿？这不养这样事儿哈？你把抽屉再往外拉一拉它，这就火了。哎呀妈呀，这个脾气要性命了，把抽屉往外拉拉，使劲儿拉一拉，把抽屉拉开它，抽屉再拉一拉，往外拉一拉，抽屉往外拖一拖，用手把着这里往外使劲儿，哎。这样脱开了不就能拿出来了吗？你这个笨蛋，拿不出来你不知道想想办法吗？啊，你光搁这发火还生气，再这样是我揍他干嘛？嫩嫩什么嫩嫩啊啊，电脑啊啊啊，妈妈的电脑放在那儿了。哦，啊，他知道这个鼠标和那个电脑是一起的哈。哎呀，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笨哈，拿着鼠标知道找电脑哈。哦，妈妈的电脑你不能随便玩，你可以玩玩这个哈，这个是爸爸以前用过的，你玩玩吧哈。嗯，这个给你吧，你玩玩哈，妈妈干活哈，你坐着坐一小凳子玩玩。嗯，